我们终于来到这个好吃的英哥羊肉羹面店了。那我们来问问看这个小朋友，小朋友，这个面好吃吗？好吃。会不会烫？先等一下。这个酱超好吃的，好。总之，我觉得这间英哥羊肉羹面是真的蛮推荐给大家。如果大家有来英哥老街，或是在英哥火车站附近的话，要欢迎过来这里。